不去正面对他，对视他。狗屁怎么叫这么长声？他之前这样叫过吗？没有。哇，狗屁是想上去干什么？狗屁好像要出手了。哎，小光会瞎吼。他们俩感觉是要确立关系，确立保护。真的打了耶！因为把 H 已经递到 corner 去了，所以他不得不还击了。嗯，现在 Cookie 蹲下了。你想，我去你那边，我们交朋友，你让我吃你的饭，可不可以？吃你的罐头？我其实也没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吃你的罐头。哇 ，A 闪还挺厉害，不过这么丑啊，有没有发火的时候？可以想，这可是我的地盘啊，我怎么可能就让你就打了我了呢？我也不能一下子就让你上来当我的主人呢。你快别闹了，我们快一起玩吧，我可以吃你的饭饭。看他这个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盘饭。是啊，他在看那个饭。哎，酷皮就是个吃货呀。哎，这是要去吃了，好像。哎呀，你这是躺着半躺着要吼人家，哎呀，好丑啊！耳朵是这样别回去的，然后嘴是这样张开的。哇，这估计又要再打一下，我觉得。你看 ，Cookie 还摇尾巴呢。摇尾巴是什么意思？是不知道逗他玩的吗？想逗他开心吗？哇，你看 Aisha 这边，这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从来没见过他这样。哦，我觉得 Cookie 他是很艰难的走出的这一步步的。能不能不要闹了？我们可不可以好好做朋友啊？好饿呀！看这个吃的这么好吃，他就盯着那个吃的呢。我还是走吧。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吃上。Cookie 好有耐心啊！对啊，真棒 ，Cookie 好棒啊！点赞，点赞 ，Cookie 脾气真好。看中间横着个大老鼠，你看那个。哎，又退回来。把我肚皮给你看，你就不要吼了。我们俩快点做好朋友吧。这是他心里想的吧？我们俩快点做好朋友，我们赶紧吃那个罐头。不要吼了，你看我的肚皮。快看 ，Aisha，Aisha。